中学生だったかな、なんか会えて今まで嬉しかった。离开那几年青春在简陋潦草却始终让我沉溺，我身边只他一个，却感觉没天光的疯狂梦境，是他陪我流血破壁，陪我失眠时交换着回忆，也因他才成就我，换别人就失去结局。자이시간엄청풍성한재밌는거저기꼭좀보세요이렇게若不是他我怎么走过寂寂无名，我只看过他与我的想也是总想起他，没不舍他。那些相遇拼搏的日子，不过朝朝暮暮成为晚霞的脚下，只是恰巧出现了，换成别人也没差。谁是谁的重生，想的不是家。时常的为爱心怀侥幸，Thank you.